查甫囝，伊个地位会较平等。
做啥物，护士啊、相簿啊这种的。像我特别讲到遐海南高水平护士的领导，因高水平护士因家的子孙有一摆来遐讲，伊就讲就讲因爸爸甲伊讲，咱国家的查甫囡仔呢，毋是做我规定认定毋是做护士，就是爱做医生。若是查甫囡仔呢，你去学，你毋是你学钢琴，无你就学料理，就是这两条。迄当阵因对囡仔的栽培，就是安尼，差不多是安尼设计。做这个研究，我对我来讲，我最大的感触就是讲，就是回答我一开始的问题，就是咱即马饲囡仔，咱过去饲囡仔都有感化。当然我们大差别真多，我们可以说是天差地别。以前，然后呢，那个我经常在看新闻哈，那新闻还是那个文章，它上面常常在讲说，就是我刚刚讲的，说学历至上，说我们这边的人呢都只重视学历，学历至上的主义，还是说什么呢？小孩呢是无价之宝。大家呢，我们对小孩呢，那是我们两样呢，就是还是说呢，另外其中的说，那爱好听呐，我们要给小孩一个快乐、纯真的童年。像这种观念，即马下边比较发达，大家拢亲像感觉讲啊，那当然是为高价以来拢是安尼。不过我做研究了，感觉讲唔是安尼。那以前咱台湾人对囡仔的看法跟态度。以前的囡仔，伊生活个情形，伊生活个状况个条件，甲即摆个囡仔实在是完全是无同款。可能以前的人饲囝个压力可能比较大，对。第三方呢，我是讲重视，因为教会吼，因即个真特殊个所在，就是因重视囡仔，他们重视小孩。那这在当时呢，是一个比较大的特色。然后跟其他宗教比，跟佛教跟道教比的话，也是他们的一个特色。那他们对小孩呢很重视这件事呢，他写上他们在那个台湾的传教呢，天问都天灾。因为呢，第一个就是他们知道呢，你从小呢要用信仰去教育你的小孩。让孩子们他们去习惯宗教的生活。北部呢是教堂的，它不代表囡仔以后嘛也是教堂。你若是无为细汉的时阵就甲伊教，就甲伊就用主日学啊，还是啥物啊，来到伊个教堂内底，伊大汉伊嘛去拜其他的事。因为很重要代志，所以呢就重视囡仔，把囡仔呢留伫教堂内底。第二方面就是因的栽培，因抗性多，栽培因的囡仔去受教育，所以受教育了，那个跨界的囡仔基本时代，做者伊个大囡仔，因是做医生，因的阶级跟地位呢是会翻转，然后建立起因的信用的加重，然后这些人呢，在他们呢同样也会去反馈因的教会，所以说优柔道培跟他的不一样的地方。不像在老师讲，伊变做一个分好的教会，真正的原因就是讲，伊这个教会伊有做一个叫做三自运动，就是我要自立，我要自治，我要自养，我自立、自治、自养这三个都是我要本地人、台湾人自己来做，不要靠外国人，像英国人或加拿大人这些母会的帮助。那自养就是说，我要自己供应教会的所有的开支，我信徒自己要捐献钱出来，然后呢，然后到处去传教，这我们要自己做，以便一变做结婚后的道会，经典难带。一，你哪些人让变成结婚后的道会，你就不用受到外国教会的牵制，那你自己以后以有像租丢什么，他也比较不会说去考虑外国教会的看法。所以呢，那这些做医生的啦，地位比较高的信徒，他们当然就可以捐更多钱了，让教会自己去自养。所以这就是长老教会，我们在研究他在台湾的传教能够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我们再看，所以呢，从长老教会的例子，我们可以来看，就是，如果重视小孩、重视孩子的教养，那对教会呢是很重要的。那不只是传教是很重要，他对其实对那大家来，对那后来来后，嘛是拢真重要的因素。哎，但不点咱未来命运，对，那将来想要安怎的家庭，安怎的国家，啊，即卖呢，安怎带囡仔的人较和谐，就变作真重要。那是想要带囡仔多，你爱领领袖领主，你爱领袖主管，你爱用心经管，你都会当有适合带囡仔多发大财好，对。那你教是囡仔呢？另外一方面，你教是囡仔呢？你爱怎样有事？那怎样有事？我听明白是学校的代志。弟弟，我弄回来这其实前面那地方好的，因有办学校的大家的囡仔，唔过因就一再去要求因的信徒讲，你伫个厝内，你嘛爱教你家己的囡仔，唔是讲伊伫学校学了，等你出来啥物代志你都无，唔是厝内的囡仔有家庭礼貌，你去学校你嘛从头到尾，那我哋来想啊。那那就是很是说，显示说呢，我们家庭教育呢，还是今天我们的代际。家庭呢，同样嘛，是来负起这些责任。啊，然后呢，第三方就是讲，我跟幼教育，是的，安怎教育囡仔，或者发现讲，啊，教育伊安怎教育的同时，你也反映这个时代的特色。啊，伊同时迄社会的气氛，啊，都一挂重大的事件。这里让我们差不多比清朝的时阵，迄当中的人，你教是一个囡仔，伊注重的是传宗接代，就是很注重传宗接代。你囡仔一点就是你一定要有后，安尼才会办。啊，第二个，然后呢，日本时代他们开始希望孩子呢能够比较出人头地，就可能可以当那个社会上呢比较有用的人。然后你看，二十八事件以后，也是第十恐怖以后，你看你当中的时代是安怎改变？一定是讲，第一，你唔通插钱的事；第二，唔通好白讲，因为都会变化，对吧？那对这个时代都是哈，所以呢，所以就像戴老师讲，咱即马即个台湾即个国家，就是。那是欠国民意识，也是欠国民的文化，所以咱可能咱个想法来讲，咱是安怎来教育咱的囡仔，教育咱的囡仔，要教囡仔啥物，要把囡仔变作啥物话，安尼对咱的未来会搁较好。好，这个时候叫做谢谢。多谢高兴啊！咱即马开始来商量交流时间，甲中昼十一点。啊，若有啥物意见，要甲教授交流的，请举手嘛。多谢。啊，问题请简单提出嘛。简单讲，我们交给啥子？我是感受啊，人生在世，短短几十年啊，诚实，这是无法度通做得到。啊，你讲白色的黑布，以后白色黑布还袂停止啊，到即阵还袂停止啊。只是你看无到，你无去感觉到。咱要讲这诚实，真无简单做得到。你看咱即摆社会，到底来做歹人是？啊，无个一个有法度讲安尼，达到讲诚实的这个意思，你实实在在话的，但是呢，你在外口看拢是乱七八糟，你要安怎教是谁？无可能去教好是，你教是谁教到真乖，但是你面对社会的时阵，甚至。那个他这人在讲的秀才遇到兵了，啊，这个小孩赶紧下来，赶紧
你让你好好嫁。啊，刚刚也热了，可以怎么样？这就是啊，我想强调讲，从正向、从正能量去发挥的嘛。那你做社会，但是偶尔没说出来啦，这是必然的嘛。但是咱还是用正向去说服我怎么跟他讲。我今日听的是护士吼，讲到这个医疗搞这个发展规定，还是讲伊咧主。处理我们来教育，那这是咱台湾比较重要一个历史背景。我两个代志要请教咱这个黄博士啊。第一件事是这样的，讲这个台湾哦，台湾这个宗教来对嘛，对外来，所以咱说外来就是讲分一个西方的宗教啊。伊即个台湾时间有啊快，啊另外伊本身。从哪个地方进来的同样的宗教，用以比如讲来讲，天主教，你要对中国回来宗教，还是讲对西方直接进到台湾，比如讲咱咱们教会，可能对马来还是对马来克，因对嘛那个加拿大，还是讲对苏格兰那边来上来的，可能跟进到台湾无共款，而且到底是原因，那就咱来讲郭志明伊讲的这个上帝。跟王建先说过的兄弟，那就不敢了，敢不敢？这到底什么原因促使这个不敢在一起？那就有开始做。啊，第二件代志就讲，这个咱讲的台湾，比方比如搞好，比如搞好，就讲这个包括穆斯林宗教哦，以这个基督教来讲，基督教来讲哦，咱台湾的比例哦，比例啊，都偏低啦，哦，比方韩国。韩国伊基督徒真济哦，就其他派系可能要超过了，全国的，伊将近5000万人口啊，那3000、4000万，所以拢是基督徒。比如我们南边菲律宾，因天主教哦，比例70%以上；，包括南部的米达纳尔，那穆斯林嘛，拢叫做管的比例啊。台湾我看迄个统计数据吼，是上伫咧西方的中国咱台湾100以上啦，100以上。但是咱的比例还是拢偏低，到目前我所看到吼，可能不到20%，不到5%啦，不到5%。总到天主教啊，公教的长老教会系统等等教，加起来可能不到100万，不到100万，那5%左右啦。这比例上为什么会明显的偏低？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我们台湾人啊，这种比较强相信的民间信仰，可能对一些宗教我们还是很模糊。还是讲咱本身对宗教教育无重视啊，所以咱我无了解，是不是这样？这个老师做一个说明课程。谢谢小弟的问题。第一个方面讲说，那是对中国来的教会，对中国来的教会，我基本来看，基本时代就是一个真耶稣教会。那大部分是战后来的时阵，啊，战后跟谁一起来？他就那蒋介石做回来，蒋介石他宋美龄做回来，所以不只是不像小燕凤跟王建轩的兄弟，跟胡宗宪兄弟我讲话，一看一定会讲的兄弟，跟蒋介石讲的兄弟，嘿嘛是我讲话，就。就那时候，我送送你两个来，两个人拢是基督徒的，对不？那么在，不过人家跟我教会关系是够好的，对不？因来台湾，因认同台湾的原因，我想吼，这个原因真复杂。那即马若是简单来看，就是讲亲像跟我教会因来台湾100多年，因家己。变成一个本土的教会，伊有家己的传统、家己的牧师、家己的财政，啊，家己的教会。啊，然后呢，正常的时阵就是较顺境的时阵，长老教会当中，确实因为几年的信徒拢有提升来，对，这可能是一个原因。信徒也是一般人，信徒也是人。你台湾人，你当中你感受够痛苦。信徒也是感受，
所以有可能是安尼，这就是一个方面是安尼。啊，第二个方面就是讲，为中国遮来的遮个教会，我们知影就是可能因东西吼，中国迄阵办好多传教区，那个教会的教派非常多，天主教跟基督教都非常的多。那中国那个时候共产党已经开始统治他们了，他们每一个都是往渐渐的逃，一直逃，一直逃。他们大部分的那些修士、神父、修女或者是牧师、传道人，他们渐渐是逃到台湾来。那他们逃到台湾来的话，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有一个很大的因素，一个很大的重点是说，他们那时候除了说像是福建厦门那边的人的话，他们基本上是不太会讲台湾话。那所以呢，因为他们在台湾，可是他在台湾，然后建立教会，那他们建立教会里面，他们牧养的人是谁？是跟着他们一起来的吗？那是那个瓦辛纳。那而他们那个时候从中国这样来的时候，撤退到这边来，你觉得他们怕不怕？怕的后面呢？怕共产党更怕。你很怕共产党，你跑到这边，而共产党对他们的确很恐怖。他们要不要支持假政权？他也是要支持。他们有他们的选择。我觉得，那你说他们认不认同台湾的话，这个很难说。对，然后，但是呢，现在，但是说到现在的话，我们来看的话，其实现在还是有，台湾的教会现在还是有很大的，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基督教刚刚社长够，基督教徒的比例偏低，社长说不到5%，我看到的数字也是这样，100个里面没有5%是基督教徒，那包括天主教徒，那可是这里面的危机是说，现在如果我们那点后话后转的话，现在声音很大的基督教徒，比方说我们知道傅家盟。这个都不是长老教会这个系统的。对，这个是我们说外省教会，就是林良堂这个系统。这个系统现在在台湾的声音呢，音量是很大的，对吧？因为我们看到他们，那他们在传播的这个神学，宗教一定有神学嘛，他们传播神学跟天主教会也完全两个路线。林良堂，我如果没有搞错，他们整一个叫做成功神学。我们在信雄的也行功，上帝会给我们很大的那个报酬。那天主教会这边的话，基本上我们刚刚有讲到恩典给他耶稣恩宗辉嘛，恩宗辉他当时提出的是，他嘛提出一套神学，这个神学是本土神学。就是包括讲，咱台湾是咱台湾人的代表，基本是嘛。这两套系统现在很不，就是两个路线真的是不一样。那未来台湾的呢？未来台湾的基督教怎么发展呢？咱各位话在长寿看嘛。啊，韩国的基督教的话，外边我看过主要是讲韩国的天主教的在韩国的日本时代。因是跟人民协作过，所以呢，伊当初因为到的咧，包括就是抗日的那个东西呢，因为干的有韩，他们到韩国很紧张的，所以因记者一心都搞，因为列历史因素，他们这边，几分时间咱也听到到的，不是那个，啊，对，好，谢谢。谢谢来啊！来了，黄博士，我带来分享啦。好，我那先进到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讲，咱听你讲过，不听嘛是，又听规矩嘛是专制，看你要处理。因为咱清朝历史是不，国家不听，但是嘛又听呢。比咱中国最重要 A B C D， 对 D 级的，但提升到 B B 级的。按咱讲，用日本时代，咱来讲。哦，咱台湾文化，日本时代咱拢在重视，咱讲台湾，中国文化是固定。我日本时代，我那台湾是讲，日本时代在骂厝，拢骂讲，啊，你要跪，也骂你吃鸡，哪要跪啊？
上个还是叫落地动作，可能遵守。啊，人你哪个会为人上个叫挂鱼的，你得见面，所以要遵守。结尾车袂使，但分袂使固定，啊，中国分嘛是固定，咱是但分。啊，咱是讲规家规啊，啊，中国嘛讲吹牛过差样子，对无？啊，咱注重教育，较早我是哩，阮认识全拢讲台语，阮老爸拢人教台语，来教，因前初拢讲台语，啊，从哩时代，我反正禁止，必须讲台语，种个名，啊，所以文化有差，差就差得大。所以咱若不灵，也是有灵啊。不过到有本，拢甲咱分外咱大心些。啊，所以中国分人大汉，看到水龙头啊，那些种插入边，都用在用水龙水。光有这自来水，其实水道水，自然引导来那水，还有自来水，所以咱中国分人，啊，你这个注意这个，你看吧，平常啊，第二来讲，中国分人是不算提升了。哦，啊，咱拢讲属龙刚相，属白斗平，啊，相白相辉啊。那到人家时代，坐飞机坐头天头路就做生意人，然后嘞，啊，咱即款文化的差距，哦，咱甲这人啊，我都懂。伊大人嘛讲，囡仔呐，无无钱，你袂使插政治的啥？啊，你社会你嘛无无在插政治，啊，政治社会哪进步？啊，你看对这地啊，我对。教育讲袂使插进伊囡仔唔好势，即款教育方式你看，你个看法是安那？哦，啊，第三个最了解的讲，人西方拢有咧，哦，信教徒拢有咧礼拜，有咧上礼拜，有咧休，哦，一礼拜休一天来教菩萨。哦，我看以色列就是安尼，伊嘛是对家庭教对即款囡仔的重视，哦，你来问题说犹太民族足团结。啊，咱台湾甲即马咱何去何从？中国文化甲咱当家，台湾文化恐怕要消灭，好甲咱创台语电视台出来，咱台语的下下讲台语，慢慢就提升。啊，你即款你有看法无？谢谢。请问到谢先生，我们再继续。我感觉讲日本时代，咱感觉讲日本时代互本人统治，危机嘛是转机，不幸嘛变作是幸，比如这种代志。就我目前立场，恁这历史安尼看，一部分我是同意的。不过另外一部分我想这是比较的关系嘛，因为咱即摆看日本政府。咱讲真好，真文明，也甲咱个文化提升。即是即可能大部分是大部分是因为咱甲国民政府做比较，因为国民政府是来想我，所以咱就想讲日本政府是好个。啊，但是所以我要讲，即是部分，我会当部分讲个。啊，毋过我家己咧看咱以前诶资料，也是讲咱最近真红，很红的那个蒋渭水，对无？咱来看伊以前的资料来讲。当然，伫日本时代，咱是殖民地诶，咱是共同殖民的。然后被殖民的人，那被殖民的人呢，就是次等公民，真正真的。他们都说，像前一阵子很红的那个弯生嘛，我们台湾是多好，那也是困难。你们是讲弯生回家，对吧？但是呢，嘛是做者，我两过做者朋友讲过，弯生啊，你当作你台湾嘛，就看袂起台湾。因感觉自己很优越，就有优越感。你做次的公民，然后呢，你的弯生就有优越感，你就。我感觉讲，这个不是真正上的社会，你予人统治，然后当人家的殖民地这个东西，不会是一个好的事情。那上好就是做独立的主人，你要有独立的国家，然后独立就要负责任，负责任，你的国家，你特别知影讲你干了有这个所在。他说：“你负责任，啊，什么责任你拢爱负起来，负
好的方法，但是咱伊就是个主人。我可能我认为讲，可能咱台湾人也是台湾的囡仔，是自我的囝，我嘛是教育是，我嘛是安尼教。对，你有你个责任，做你个主人，袂当讲咧想讲啊，我无是我好啥物人，我我我好美国就好啊，一部分人咧想讲我我好中国就好啊，对无？嘛无是讲人想讲无我我好日本就好，我感觉安尼拢毋是真合理啦。对，啊，所以讲，你讲台湾文化何去何从这样代志？哦，是一个很值得深挖的问题呢。我好像没有在。我们所有，咱所有这样做，跟我今日的第八十，三个人就是讲，咱爱好啊，咱爱教育咱家己，啊，想看嘛，咱，咱国家以后要成为什么款的国家，也是咱。以后会当有国家，是袂当有国家，家己个心，家己在心想好。但是想好了后呢，你爱提升你家己，提升家己了后呢，爱好好教饲家己个囝，家己个下一代，啊，互因做好个新台湾人，是一个真珍惜家己个国家，啊，袂看袂起家己个国家。万一共付钱，真正才台湾，这可能是我伫看安尼，咱台湾这个文化永远都袂消失。因为我研究台湾史的人，我知嘛，拢咱过去实在是出过足多足多金融的人、材料的人，啊，但一路可以走到这里，我觉得也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刚刚小朋友讲，咱对未来还爱正向一点，爱正面一点。较乐观一点，对。啊，然后，差不多就是安尼，谢谢。到时让我立马。老师你好，我叫黄文成，我今仔，过来今仔，同咱今仔，那个老师来今仔甲你讲这个基督教，这个安怎驾驭咱台湾？哦，开始，伊百万人，伊遐个耶稣的天使来教导咱台湾人。啊，以我了解的部分，伊来教导咱台湾人，咱台湾人咱是讲是对咱艰苦人去教导，善下人去教导。因有一部分的人，搁去因个国内无款，来教导咱台湾人，最喜欢伊迄个迄个。讲卢俊义老师，牧师呀，这条的信息吼。啊，我最近就是因为来到咱台湾人家结缘了后，啊，我了解台湾人啊，去看这个基督教，吼，迄个中央教会来咱台湾遮，啊，我去因个去听迄个李慧生叶老师去讲个你讲伊个摩西带迄个出埃及，所以出埃及迄个困难为主。但是我越了解摩西，伊有受到上帝耶和华上帝授权、授权予伊依照迄个能力，叫做权柄啦。那句话，咱讲叫人诶，天赋人权康权，伊个人的相信尔，伊无迄个权柄，柄就是要兼上天下，后壁大家好，伊也有迄个权柄。咱台湾人有足侪人，大家拢要做头，吼、哦！伊话，但是有迄个权柄做头有啦。上帝有吼，你大势迄个权柄啦，吼、哦！迄是我研究的大概感觉。那按照这个耶稣来底吼，伊来人间，我甲研究，伊来人间的方法，甲咱一般的人结合，转世为人无同款。伊是上帝现前，直接按着老母的身份怀疑，所以伊是上帝独生子，独一无二的圣灵就对来人间。吼、哦，这是我研究我知影，所以伊甲所有咱人在人间成就的圣灵无共。所以咱今仔要登个上帝上权迄个上帝的圣的所在，咱要透过耶稣，甲咱承担伊受了迄、那个。定义是自己的痛苦来给咱担，因为咱这个肉体是上帝给咱，咱来希望上帝顾
的独生子耶稣，咱迄个大地一岁，伊咱咧较好教你讲，咧解脱生死，恁解脱生死一定爱有人甲你代替你的生死，咱的灵性带回到迄个上帝创造宇宙，迄个全能的上帝，有恁以中国的文化内底的上帝有足个，甲北边迄个上帝嘛上帝。所以讲上帝，那是咱直接独一无二迄个上帝，才是讲在咱全人类、世界全人类的上帝。那分别心，就是一个就是分别心，那是我今仔了解的部分啦，甲大家讲，吼、哦。好信奉那个神学差别，就像林良，我觉得林良是说那个成功神学，我觉得他是有跟台湾的所谓的神学主义，或是台湾那一种，像韩先生所讲的，就是就饶平地发大财，或是说像国民党所说的，就你不要去关心什么公共事务，就闷着头，你就闷着，好好的拼命的经济就好了，是不是有跟这些是有做一个相对应的那个连结或结合？了解他是所作所为。
然后还有那基督教长老，那个基督长老教会，他提，如果去欧美，欧美的说法，他在欧美提教长老教会，他叫路德教派，对吧？卡尔文跟那路德教派，其实他们就是他们是，如果用台湾人的说法，算是接地气的一个教会。因为像在德国，在日耳曼地区，第一个用德文写出，用日耳曼语言写出他们的那个圣经的，就是帕文跟路德教派，就马丁路德那一边。然后其实，在台湾长老教会是被打压的很严重的一个教会。反而是，我觉得，因为像我最近我有去研究那个28跟白色恐怖，像我之前8月1号是那个原住民那个援助台湾原住民，然后就我去那几美国园区，其实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原来天主教他们根本就没，就在华东地区，他们不相信，就原住民他们很多都是讲基督教，这是天主教的。他们为基督教跟天主教的差别是，信奉天主教的觉得也有被打压。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其实天主教比较像是就有那种阶级那种上下，所以不太会有感觉说，我被打压。他们反而觉得说，服从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但是可能就长老教会来说吧，这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他们反而会去关心，长老教会反而会去关心说，这块土地上到底发生什么事，就不要在意那公共议题。这是我所观察到的，而天主教的这个他们的那个制度文化，反而刚好跟国民党是这两个是结合在一起，有等于同的意义。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有结合在一起。现在告诉你们，可以啊，天主教跟基督教这两个最大的不同，的确就是那个就是基督教就是新教出来的原因嘛，就是你刚刚说的天主教它是一个很有阶级的，而且它就只有一个头，一个单位，那个主法单位你们知道，就梵蒂冈。罗马教廷里面他说什么，世界各地的天主教都是一起听的，他没有各自的想法，这个东西他们是一定要遵守，那是他们的特色，这个天主教的特色。那所以呢，你看天主教，你会觉得说，他们会不会比较没有被打压？对，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公开的去反政府。可是呢，我们看历史资料里面的话，战后天主教，你也不要说，他们其实有的时候，他也是会帮助。那个时候叫党外人士，我如果没有记错，台中的话有马丁诺会，这个是天主教，是美国进来的。美国进来的那个修会的话，都比较勇敢。我记得他有尝过我们党外人士，那时候美丽岛事件的时候，他们就把马丁诺会去捕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劳工的一个关注劳工运动议题的一个神父，也曾经被赶出台湾过。所以也不是说天主教都没有。必须要这样。那另外来说的话，长老教会他们的话是，长老教会它是一个自治的，他们是一个合意制的团体，不是说我一个人就是老大。他们大家要一起的，如果一间教堂里面我们来看的话，那个牧师他牧师来开会，牧师可能做议长，可是下面的话，长老、执事、平信徒，你们是有发言权、投票权，大家一起决策来决定说，我再来我要做这个决定。所以这两个教派的制度完全不一样的时候，他们所做的决定当然就会完全不一样。其实我从他们从在台式这边我已经发现到了，所以这就是我在当我最近在研究白色恐怖的时候，我发现到台湾这两个教会大的差别点。而且我觉得可能其实像东南亚都招很多都是天主教，
教育，然后其实我就发现到在台湾，其实如果就我们这边以前曾经有见过教育，你会发现很多他们都是跟中南美洲都有很大一点关系。然后其实然后我就发现到一件事，好像极右派的那种独裁，反而是跟天主教会有很大的一个互动，然后反而你会发现到，只要他们招换一个政党上来。然后那一种左派上来，他可能对于这些既得利益这些团体，他们就会去做一个党，就可能想办法降低他们的一些权益。然后再来左派政府，然后这个是我从非洲从就那种第三世界发现到的，然后是左派政府上来，他们第一件干的事情是，就是宣布跟中华民国断交。这是我所观察到的。然后我们在中南美洲，在南美洲唯一的邦交国巴拉圭，我有注意到一件事，而这一件，其实我就有在猜是为什么他们已经民主化，而为什么当其他的国家民主化后，在南美洲很多民主化国家，然后他们会第一件事就是政党轮替，然后就选。跟中华民国断交，但我发现到为什么巴拉圭没有？然后当我去，我就先做几个推测，然后刚好就其中一个在我推测中，就是他们长期都是右派的执政。然后我后来最近我去查，巴拉圭的确就是不管是他们其实算是一党独大的一种状态，顶多偶尔会被。换一下，但是时间不多，所以我就发现到，应该是右跟右的关系。啊，还有问题可以请教老师。江菜鸟啊，第一次来这里参加，感谢。那我本身对于基督教跟佛教都有研究，然后对海岛像一些海洋的形象。那我想说，就基督教跟佛教来讲，对台湾来讲，他们来讲是外国人。好，就像佛教，事实上对于华人来讲还是印度外国人，但是佛教本身在南边发展这个事情，是不是禅宗啊，还是说结合？那在这样的基础下，宗教在台湾的情况就有很多是跟我们台湾息息相关的。好，比如说呢，基督教一定跟西方的基督教有很大的不一样。像我们讲过的，一定会产生到不一样的地方。那刚刚老师也提到说，就是这样子。不管是在平壤，事实上，在我们的比较历史比较成像，大家懂，就是后面的成功哲学观，成功哲学的，譬如说，要当医生，要做生意，想要当牧师，都还有成功所谓成功的定义，所以这是我们华人或者台湾人本身本来就是跟西方人不一样，那人成功的定义。譬如说会金钱处理，会财务的处理，昨天三个要费账，就是利益的话，希望能不能有利益嘛？但台湾人就会自己守着。譬如这样子，我在想说，像台湾的宗教跟政治，因为台湾的很多问题都跟政治扯上关系，都把它政治化。那以后台湾，因为现在面临的是现在很多问题。也许是大的大环境。那在我们从基督教的立场，台湾政治、宗教这两个要怎么去，在台湾要怎么去把它化成一种正向的力量？宗教是本来就很包容，那政治呢？政治都要以民为主。那这个那种政治化、国际战、
台湾的未来到底怎么走会比较有一点出路可以走出来，感谢老师的提醒，谢谢。老师，你有担心吗？你虽然这地步是讲正经台湾基督教徒的这个教养囡仔的指导，爱正经啊，正后基督徒，这教养囡仔敢有些差异？吼、哦，有些差别？吼、哦，因为我想，今仔你讲的这咱即马台湾，我当地中啊，蛮多是安尼啊嘞，吼、哦。啊，即马诶，基督教感觉有特别的对囡仔，感觉有特别的诶，教育的方式，好像。阮做秘书领袖的人，咧订地方的时候，有一项真重要代志，就是爱把时间写出来。迄时间定出来，你就是该约啥物时阵到啥物时阵的代志。可能三天，可能五天，嘛有可能像我家己的地方是两天，啊，毋过就是爱有一段时间，啊，袂当说因为咱知影迄观念，也是讲现状，伊是讲一直咧变化，所以伫这段时间内底，伊就是安尼，啊，伫另外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变化，就是安尼，啊，你讲对我。基督徒即因基督徒因伫清朝，那因伫日本时代，因较南无明殿，啊较重视教育。即摆来看即个啥物，就是大家拢是安尼啊。所以讲，即就是很多人，若是看过个日本，若是讲清朝个时代来讲，因无真特殊。所以我这边建议说，去当作应该特殊个所在。啊，正好即摆基督徒。因大量看有啥物无同款，因为我毋是基督徒，所以这个问题我实在嘛毋是真知影。你即摆讲有啥物讲，甲以前个，以前会甲这个有啥物无同款个所在，啊，就歹势，就是。再提出两个问题，由史教老师有什么关于今天的演讲什么一个想法和分享？我小小的看法哈，为什么耶稣被称作为拯救者，而我们现在可能还面临着大概同样的问题？是以前旧约哦，基本上是一套犹太民族主义的宗教，而这套宗教基本上它也是期望着有一个未来的一个拯救者。而耶稣之所以是拯救者的原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超脱于民族主义的宗教，而愿意牺牲自己，把这个层次提升到比较全人类的高度，而愿意牺牲自己。因为民族主义的宗教到最后就是仇视外敌、外邦，跟招来毁灭，不然就是毁灭对方。而我们台湾现在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共产党这个邪教，他也想要把自己的共产党变成一个当代的宗教，结合民族主义。这个民族主义对于周遭，对于整个民族，虽然有个说在是一把火，而且是一个说在是生生不息的火，是也是一个毁灭世界的一把火。因为只要是黄种人，都可能深陷其中而受害。看过只要是有中华文化大概概念的人，可能都会被民族主义所影响。而这个民族主义所以跨民族主义的议题说在跟白种人之间是相冲突的，跟别的国家
哦，跟小政府、小国家，事实上就是侵略。基督教之所以哦，现在在这个时代更显得珍贵，是因为耶稣基督把自己牺牲之后，把这个高度提升成为普世宗教，在人的生、人的品质之内，人的品质之内，这个普世宗教还有一些更为奇特而可追寻的一种，是不是？一种更高超的解脱，乃至于说一种更高超的境界。耶稣之所以牺牲自己而成全，在那个时代成全的，指向更高的层次，是普世价，是普人类的。现在共产党是把又凝结成为一个新的民族主义宗教的话，说在是人类之祸。所以说耶稣应该说基督教，乃至于说基督徒，真的是所谓拯救者之道。在教会里面，可以将有一些比较好、人类比较好的品质、诗歌、哦、文化、言语、文字保留下来。就像我们台，就像咱台语啊，哦，迄阵若无台，无基督教的圣经，咱台湾话真侪，甲唱拢无听过，因为哦，蒋介石有系统消灭台湾话，颠倒是基督教教义圣经，咱一寡文化才留落来。所以讲，踮咧这方面吼，是不是？我会肯定着世界基督教。踮咧正向的力量，我怎发觉咯吼？我怎发觉就是讲，共产党哦吼，共产党即份战争哦吼，对这成，那最讲太多话咧讲的这成功心态哦，实际上，这个到尾会变成讲哦，就是俗世成功甲灵性、心灵之间的。正道、神学，乃至于讲神的存在，应该是超越这样物件。还，它指向一个更崇高的一个方向，而不是只是神学，而不是所谓成功的神学。我想是这个，说在我发觉，刚刚发觉说，好像应该还有一点不同。这是我小小见解。请问还有各位十号听众有请教问题吗？如果有，我们请老师做一个产品。我想问，我爱知道啊，我本来是硬讲。我们这里说
十一年十二个月，使成才使三十几工尔，剩咧九个月拢爱家己咧，啊，迄钱拢无算进来。哦，啊，所以遐草的时阵，就是阮爸佫唔愿种无草，伊讲种无草的时阵吼，迄地块减半几啊年，减半几啊年，所以叫阮就爱家己去外口去学会切切野草，等来挂有食。哦，啊，艰苦都阮挂到阮老母咧艰苦，阮老爸拢无感觉着。我走就是安尼，我走就是安尼。我饲囝，饲囝就干啦，了年草，了加减苗。那讲着过去吼，因为这个细汉时代吼，以前对每一个人，迄个印象记忆着，记忆中吼，拢是上深的，哦，啊上永远来记得。因为每一个人吼，尤其阮从细汉小可，迄阵囝仔时代吼，民国四五十年代，台湾的社会算还阁状况好。每一个人拢知影讲读册，无遐赚钱，过是赚下开。但是有诶是穿穿迄个钱头啊无册包，拢无印包包咧，较歹当，较正面，较咧赚钱。啊，所以迄阵诶教育讲起来，是看讲你成长伫啥物款诶家庭。像我读高中诶时，阮同学郑下人，伊透早，伊讲爱去听。十五年啦吼，还在饲，啊，就饲一个鸟，饲袂掉，啊，比较有饲。所以讲，每一个人成长的背景，啊，每拢无同，啊，每一个钟头，吼，嘛拢无同，啊，每一个家庭，吼，伊讲教育来讲，阮家算是阮是北港人，伫这个庙边，所以阮这个对宗教。第一就是信仰妈祖，啊，我记阮拢初一十五暗时，全家俩拢爱出去庙里拜，吼、哦，啊拜拜，啊就是讲，即、這个日常的生活行为啦，吼、哦，就是拢伫家庭无形中就已经养成讲真好的习惯，吼、哦，包括讲袂使讲袂猜，吼、哦，啊做人爱老实，啊因为阮爸讲。诶，算讲伫即个甘肃节吼，迄、那个伫郑芝龙殖民年代，阮北港讲起来是咱南部台湾开发的第一个港口。因为阮讲，阮北港即摆遐还阁有一个碑，严思齐开台纪念碑。啊，阮去台遐算水难吼，因为迄个河道拢有盖啊。所以伫阮遐迄条吼，迄、哦那个水南台啊，即马搁一个砖头叫做港厝寮，吼、哦，所以港厝寮拢是姓港的，啊，听讲是郑思齐的后代，诶，啊，阮北港吼，刚开始台啊，刚好有一个讲叫做番仔沟，吼、哦，迄边广州的，啊，嘛有草湖、草湖啦、草湖石刻。听讲，迄就是迄阵海产的聚集的地方，所以即讲起来就是一个文化的一部分啦。阮北港的饮食吼，看白了，有一道菜，无啥简单，就是叫做鱼肚。啊，鱼肚不是讲咱普通的鱼仔肚，迄鱼肚是买鱼的肚，买鱼，就是咱讲有钱食买，啊无钱免食，哎。但是，迄就是讲咱人民伫生活中，你现在的食物吼，我是安尼想嘛，伊可能无营养，伊就是把这个免疫度，迄阵仔运动，迄阵拢爱食呢。迄像你，迄个台湾人爱食三文鱼，伊讲迄种足好。啊，所以我是咧想讲，因伫海中了解迄鱼有足大块，啊，家己多学学咧，啊嘛真巧，伊种学学呾袂害嘛，啊袂害即嘛就去煮。迄、那个过程是真复杂，伊着去煮，啊煮煮到烘起来吼，互你看伊个外皮，那是迄种，迄个物件叫做肉皮啦，有个咱讲黄皮啦，诶，咱讲种黄皮，啊一块落咱纸状的，啊颜色也是浅黄色啊，诶，啊所以你若去北港食一道，也叫做假鱼肚，啊假鱼肚就是黄皮落去做的料理，啊但
一个原子钟叫做什么真什么，足贵的哦，电话加一斤万几块。哎，我知影用台湾，但是因为我点啊个老婆什么，所以我就用想过，但是哎，我知影电视捌介绍，你啊去电话加，你看到嘿一斤万几块，啊，阮咧讲北港吼，那宴席客一定会出这路的，啊，因为用点就是胶质就丰富啊，所以我感觉讲，这个是咱的饮食吧，哈，真重要一部分啦。谢谢。不多谢啦，吼，咱的将军，咱的好朋友吼，过去细汉在经验吼，来分享。啊，当然大家在这里要看牛、看牛、饲牛啦，吼。啊，我不是，我饲牛过饲羊啊。其实一当时哦，饲牛大多数一个工作，啊，饲羊在那边袂较济，你饲牛安尼讲咧买袂啦，较少。啊，我哩当时我无兄弟啊，特别我一个人顾照顾一个牛。啊，我吼有当时啊饲羊咧，骑羊比赛很出名的，骑牛啊或骑马哦 ，OK 啦。但是骑羊哦比较特殊哦，骑羊比较细嘛，哎呀，羊啊羊啊牛啊好骑。所以骑的时阵吼，伊吼安尼就运动，啊，所以吼，反正拢会变做会快，我跟交出去啦，过去安尼吼，好，啊，今仔真感谢咱这个一年吼，我是对这个基督教，这个啊，传统来对这个啊信仰也好，还是讲本身因这个囡仔要来教，我讲迄是台湾真重要一个过年仪式啦吼，好，啊，咱一般来讲台湾人传统上其实拢听有一个民间信仰。还没办法达到这个宗教，因为宗教来对，因为民间信仰是万众叫你多神论啊，多神。西方国家吼开始嘛是发展是多神，后来到差不多两千万年前，慢慢的就朝向一神论啊，这些变化。啊，咱台湾在我们当时较多，慢慢朝向真正的宗教一神论，已经还很长时间啦。那你与老师说哪句？二零拜这个观音。拜祖宗、拜妈祖，拢拜对啦，拢拜拢拜。啊，这是不是真正的宗教信仰啊？对啊，好，再度掌声来谢谢大家，恭喜大家。那现在我们都要啊，现在就把这个话。